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参加骑马的南哥公立医院的证交典礼。在这里我要谢谢加马加总统阁下领导的瓦加迪马拉政府团队以及所有来自台湾的工作伙伴，大家都辛苦了。现在骑马的南哥医院能提供本地72万居民以及周边五省合计超过200万居民更好的医疗照护服务。这几年来的全球疫情让世界各国更深刻地体认到医疗和公卫系统的重要性。我们也相信医院启用之后能够成为瓜地马拉人民健康的重要守护者。台湾和瓜地马拉会继续相互扶持，深化各领域的合作。我们也会秉持踏实外交互惠互助的目标，支持友邦长期实质的发展，继续和国际上的民主伙伴相互合作。谢谢大家。